着你。当天晚上你在什么地方？我当然在睡觉。有谁能证明你在睡觉？嗯，谁能证明？你答不上来了吧？那天晚上你就藏在和平饭店的某个角落，伺机想毒。胡说八道开始了，你想靠这个混过去啊？不可能。你有证据吗？香烟纸就是证据。这事我已经说过了，那是你故意给我栽赃。我栽赃你？为了栽赃你，我自己毒死我自己。我如果要想下毒，那天早晨我就下毒成功了。我为什么吃饱了撑的把杨队长叫来，告诉他酒里有人下毒？我有病？我傻呀？我自己举报我自己。那这张有你照片的假证怎么解释？这个东西是从哪儿来的？昨天夜里我去医院找你，当着你的面翻出来的，你还想狡辩吗？昨天夜里你找我都干了什么？你敢当着老赵的面把这事儿都说清楚吗？我找你是去理论。理论？你是想杀人灭口吧？你杀了我，就可以把下毒的罪名栽赃给我。幸亏这老天有眼啊，让你功亏一篑。老赵，你好好看看那个上面的相片是不是后来贴上去的。我记得在我去医院之前，档案室为了留资料，我只拍过这么一次相片。我就奇怪了，这上面的相片怎么会在你手里？青莲，之前你怀疑钱志峰是共产党，你没去他医院调查资料啊？哦，你原来调查过。你当然知道档案放在什么地方。老赵，你能不能现在派人去档案室看看，我那相片还在吗？杨队长他们好像已经查过了吧？徐青林，你现在没话可说了吧？嗯？你处心积虑地说我是共产党，我看呀，你才是共党。你还记得在宪兵司令部，常光春勒住我的脖子，当时混乱之中你掏出枪来，要趁乱杀我灭口，是不是？医院他的档案上照片还在不在？我去问问杨队长。钱志峰，你聪明，只能说你开始就选错了对象。如果我是共党，韩小姐怎么可能跟我成亲？如果韩小姐是共党，那站长呢？站长也应该是共党。所以说，真正的共党只有一个，就是你。
之锋，你找死！想杀我，我一时慌乱，迫不得已。徐青林死了，而钱之锋没有丝毫的怀疑。杀人永远比救人容易，一个徐青林的死，真的就能终结一切。志峰。而韩彩衣的拥抱似乎又在提醒他，必须立刻振作起来。现在，又有一个女人需要你的保护。站长，这医院档案室的鞋印儿已经可以排除钱之锋的可能。这一般人的脚穿大两号的鞋应该没什么问题，可是如果穿小两号的鞋，这脚可就塞不进去了。18日，下毒谋刺日本天皇特使的，就是许清林。他利用自己经常抽的千秋牌香烟，提炼出剧毒的化学成分，在韩小姐婚宴之前，寻机投放在酒坛中。他还伪造假证，栽赃陷害钱之锋是常光春的同党，但后经多方证据证明，他才是常光春的同党。后来经站长引蛇出洞之际，已将其绳之以法。你看这环境怎么样？这是什么地方啊？保密，一会儿再告诉你。太太，陈妈，准备好了吗？
都准备好了，那我们进去吧。哎，请。走吧。上面是卧室，对面是书房。原来这房子是个洋人的。哎，伯红，哪儿的人来的？英国人。反正啊，是个开洋行的。后来呢，打仗，人家想得开，舍财不舍命，就搬回老家去了。这房子呢，就留下来了。好多人要买这房子，多亏你姐夫手快。你是说让我们？你看，让我给说漏了。本来你姐夫想亲自告诉你们。太太，吃饭吧。哦，那咱们边吃边聊吧。对，赶快吃饭吧。吃完饭我要去日本人那儿呢。来来来，伯红。今儿说好了给他们俩压压惊嘛，你怎么还有事儿呢？嗨，哎，志峰，能喝点酒吗？能喝一点。我就怕你心里边有阴影。不会的，谢谢。真，你也来一杯。好，好，谢谢。这是彩姨跟志峰结婚之后，我们一家人第一次坐下好好的吃一顿饭。说心里话呀，我内疚啊。你们两个人婚礼让人搅了，志峰还让人下了毒。有句老话叫“大难不死，必有后福”，但是我这心里边总觉得是保护不力，照顾不周。这杯酒。向你们俩赔个不是。哎呦，站长，站长，您千万别这么说。好了好了，这不高兴的事儿啊，就都过去了啊。既然你们俩都结婚了，这彩衣呢也有了喜，那你们俩就踏踏实实过日子。志峰，这彩衣啊，我从小给惯坏了，脾气不好，人又倔。你比他大，那就多包容他点儿。啊，彩衣，你也得改改你那脾气。你看人之风，一看就是个老实人。你呀，得给男人点面子。我没给你面子吗？伯红，你是不是得给之风安排一个职位呀？他现在不能比彩衣的职位还低呀。之风，你有什么考虑吗？啊？原来不是说咱们站里有个医务室吗？医务室太小，暂时先不用考虑了。你还有什么其他的想法没有？其他的我还真没考虑。别着急，慢慢考虑考虑。来，吃吧。好。你们呀，再好好看看，要是喜欢呢，这一两天就搬过来。需要什么东西呀，就跟陈妈说。陈妈呀，厚道又能干，等将来彩姨生了，还能帮你们带孩子呢。谢谢大姐。要谢呀，别谢我，谢彩姨。彩姨嫁给你啊，是你上辈子修来的福气。我告诉你，好好待她，千万不能在外边招黑惹草。放心。梅珍呐，快走吧。我还有会呢。行了，姐，快走吧。好，那我走了。先生，太太已经回屋了。啊。
钱之峰怎么也没有想到会与这女人成了夫妻，假的也好，真的也罢，总要在一个屋檐下，孤男寡女该如何相处？先生，晚上您和太太想吃点什么？随便。先生，我不怕麻烦，就怕您和太太说随便，这什么都好弄，就是随便难弄。你看着办吧。通过琴声，钱之峰似乎能感到韩彩仪内心的不安。他知道这个女人需要自己，他也知道自己大可一走了之，可良心让他必须遵守自己的承诺，他必须留下来，直到韩彩仪的孩子平安降生。陈妈，哎，这是这两个月的菜钱，以后你看着买就是了，用完了再跟我说，我再给你。哎，够了够了，太太，就是不知道您和先生的口味，这饭菜不好准备。不用多，一两个清淡小菜就可以了。等我们到七点半还没回来，你就自己先吃，剩下的就倒掉。明白吗？明白明白，那我先去了。去吧。嗯。阿婷，去艺文报社。好嘞。王主任，下班了。我知道，明天的报纸印了吗？不，订完了，我现在就去印它。麻烦帮加个广告。晚了，明天再来吧。王主编，不晚。这，谢谢了。好。真是麻烦你啊！哎，这没什么，都是自己的兄弟，不用那么客气。您看行李都放哪儿？一会儿有事找我。哦，南二楼去吧。好，快去搬上去。慢点啊，二奎。哎，科长，怎么了？你跟钱先生道歉。道歉？道什么歉？你刚才喊什么？韩小姐啊。韩小姐现在已经升格了，已经是钱夫人了，啊，在站里得叫韩科长，到了家里得喊钱夫人，连这点规矩你都不懂啊？老赵，对不起，对不起啊，老钱。啊，没事，钱太太，没关系。科长，那我先走了，再见二位科长，再见。前台，前台。好了，我送送你们。没事没事，再见，科长。马山被人欺，人山被人欺。别以为你娶了韩彩仪，你就万事大吉了。我这是在帮你，在站里帮你立威呢。有声音吗？什么意思？磨牙、放屁、打呼噜？没有啊，应该没有吧。给你。这是什么？约法三章。
第一，分床而睡，不经允许，晚九点至早上八点，不许进入卧房。第二，不得偷窥，未经允许，不可触碰身体。你把我当成什么人了？接着念。第三，不得带陌生人回家，从外面拿回来的东西必须要经过检查。检查？哎，谁检查谁呀？当然是我检查你呀。凭什么呀？就凭你得听我的。笑话！我可没跟你开玩笑啊。那我带一根牙签回来，你也要检查吗？对呀、啊，尤其是你的衣服口袋和公文包，我必须每天检查。钱之峰，你给我听好了，从今天开始，我们就生活在同一个屋檐下了。如果你出了问题，也会牵连到我的。那是不是你出了事儿也牵连到我呀？你的包，我是不是每天也得检查？那不行。凭什么？从今天开始，我就是你的上级。哼，你是我的上级，凭什么？你必须得服从。我凭什么服从？钱之峰，你除了凭什么三个字，你还会说别的吗？不会，凭什么？傻愣是干嘛呢？啊，我们是不是得讨论一下睡觉的问题？还用讨论吗？得讨论。你看啊，这就一张床了。你想睡床上啊？不是。那还有什么好讨论的？约法三章第一条。第一条？什么呀？晚九点到早八点，未经我的允许，不得进入卧房。不进卧房，那我在哪儿睡啊？书房。书房？在书房睡？那要是让陈妈知道了呢？把门锁上啊！走走走走，快点。晚安。是这个人吗？就是他，肯定没错。中间断了几天，后来又来了，基本上三天发一次。有消息给我打电话。是。Thank you.
出什么事儿了？你不说你不打呼噜吗？我打呼噜。你收拾东西，跟我回屋。啊！我现在跟你回屋，我再打呼噜，不是给你吵醒了吗？你那么大动静，陈妈就是个聋子，也能听出来你是在书房睡的，赶紧的。跟我吵架了，气得到书房睡，然后我又心软了，求你回来了。啊，用泼我一脸水的方法求的？少废话。要不，我明天给你买一副耳塞。干嘛？免得我打呼噜吵醒你。我看你倒应该买个眼罩。干嘛？省得你偷看我呀。我在哪儿睡啊？你说呢？沙发。条件我不能接受，这个价格太高了。您要的人难找，只能这个价。再说了，这可不是一般的孩子，这个人可是您的亲生骨肉。不给钱的买卖呢，我们从来不做。不该说的话，我们从来不会乱说。这就是我们的规矩。您既然想让我们替您办事儿，就得懂这规矩。好吧，回去跟你们老大说，你的条件我接受，但是我怎么相信你啊？哼，有些事情啊，不用劳烦更多的人去做。就像有些话不应该让更多的人知道一样。您既然这么不相信我，那就算了。我怎么觉得你们像是在讹我？赵先生，您又说错了。我这是在帮您，事情弄复杂了，价钱会更高。我什么时候能得到消息？那得要看您的诚意了。太太，我出去买点菜。嗯，去吧。小童，是我。小童，进来。站长，上次跟你谈的事情考虑的怎么样了？您说的是，一回总务科，在彩衣身子不便的时候，你顶替他的副科长位置；二情报科，接替许清林的位置，还任副科长。我听站长的安排。情报科吧，总务科虽然重要，但是
很难取得成绩，要想在事业上往上走一步，情报科立功的机会大。谢谢站长。我提了赵元初当科长，你们两个是老相识了，配合起来一定会默契。谢谢站长。进来。老赵，你找我？找我什么事儿？我早就想把你要到我们情报科来了，没想到站长把你调过来了。我知道情报科是专门对付共产党的，这是76号的惯例。有句话叫以一制一，就是说让曾经跟共产党有关系的人或是了解共党的人来对付共产党。我跟共产党又没关系。下了命令，要我们以许清林为突破口，迅速破获苏州共党的地下组织。你有什么想法？我看你这么做太冒险了。钱之锋是知道我们这个联络点的，他要是有问题，这个点早就不存在了。老谭同志，我发现你很奇怪啊，你做别的事情脑子很清醒，为什么一提到钱之锋，你的头脑就发热？我只是觉得钱之锋这个人呢，靠得住，我应该给他一次解释的机会，冒这个险值得。钱之锋加入了汪伪苏州站，并没有出卖我们的组织和同志，这你都看到了。老谭同志，我要提醒你一句，在这件事上一定要保持警惕，好吗？此发型正好对应。你怎么说的？他只问明天能不能见报，我说可以。你知道了。
什么事儿啊？起来吃早饭。不吃。饭总是要吃的。我都说了不吃了，这刚几点呀？你这么早叫我起床干什么呀？一日之计在于晨，早睡早起对你的健康有好处。你现在的作息时间有问题，必须要改。我用不着你管我。我给你写了一份孕妇生活须知，你好好看看吧。好，他不吃，咱们吃。坐。哟，佣人怎么可以上桌呢？让你坐你就坐，咱们家没那么多规矩。啊，不了，让太太看见了不好。这个家还是我说了算。啊，先生，您吃茶叶蛋吗？我去给你拿一个去。进来，钱副科长，赵科长发现了共党的联络点，让咱们马上过去。走。什么情况？进去看看吧。